行，很厚的点。哇，粘住了。其实这个点理论上不要粘住比较好，有时候是有若即若离的感觉的点最好看。啊，整个粘上去就要到粘死，有点可惜。哎呀，算是失误，稀稀瘦瘦的，扭回来不要怕。很多人在扭回来以后就放松掉了，其实慢慢才放松。那这个扭回来，这滑棍过来，滑棍过来，这个应该想写下一个了，他就撇出去算了。